子吗，思思？为什么鞋子，思思？里面有东西。为什么里面有东西？你就脚脚就会烫烫哦。好的。嗯，赶快穿着吧。这里面有东西啊。为什么湿湿的鞋子里面都是有东西的？没有，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东西。而且你摸过鞋子不能挖鼻孔了。拿给我。挖鼻孔外面可以，挖鼻孔外面。哦，这个不是什么东西啦，那是那个可以穿，可以穿。这个可以穿，这个不紧张。好，那你穿一只。嗯，三角车可以。穿好了，另外一只要不要穿？单脚掉。好，走吧，起来。好，是单脚吗？单脚怎么走路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有蚊子。可能你教我。那就把另外一只也穿了。你教我单脚跳。